老板，收好了。OK， 你当天的薪水，怎样？你明天早点来啊。几点啊？十点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几点啊？哦，好了。不能啊，稳东西做。可以回来陪你爸爸吃。哎呀，弟弟都弟弟做老板了，你 call 他啦。什么？要做工啊，很忙啊，又没有空。他自己都有空了，我真的是不能走了，老板不要帮人。我真的没有空了，不要讲了啊，拜。OK， 拜。时间，整天就想着做生意赚钱。这是我们部门这个月做的这个计划，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一定会达到50%的。老板，你看。OK， 很好 ，Max。啊，老板，我发现到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。等一下，来，你先讲。我想先听你说，来，老板，我跟你讲，其实哦，我和我的团队已经找到很多的投资者了，还有人很乐意的来借款，2.6亿，老板已经进户口了 ，confirm， 所以我很肯定哦，我们这生意能够翻转，哎，这样子很好啊，嗯，交给你这 project， 好，谢谢啊 ，Hello， 爸，我不是，我没有空，我在开会。哎呦，吃饭几时都可以吃啊！我有空我也回去找你了 ，OK， 就这样，我要开会了，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别在意，我的儿子回来跟我商量，过几天我们要出国了。哇，好歹我们叫你进来，很忙很忙，所以因为我在家一个人很寂寞，我的孩子都很少来看我，很久很久才回来一次，我都觉得一个人都没有意思，在家都不知道要做什么，那人生有什么意义？你有空你有打电话给你的儿子吗？有，我们有联络，字都不回来看我。应该他是忘记还是什么了？都，他们都没有心来看他那父亲，就觉得做人都没有意义，不如死了算了。爸，做你没有交代一声就这样走了。我记得去年父亲节我答应你要买一粒手表给你的，你回来我现在买给你，你回来。爸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们错了，我们为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忽略你了，为什么我们连吃一餐饭的时间都给不到你？我也是答应过你要带你去玩的，我做不到，对不起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爸，你有没有事啊？